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尧兄。今天我们将继续挑战蜘蛛侠跑酷这一关的。再来一次，嘿，耶，上来了。然后是跳到那个钢管上吗？试一下。哦啊，跳过去啊，差一点点。我看右边还有一条路，咱们试试。先跳过来，然后跳到这边的墙上。嘿 ，nice， 极限跳，哟，然后跳到左边来，嘿嘿，这样就可以跳过来了。这不就过了吗？直接跳到喷气装置。哟啊！难道我跳的位置不对？再来一次。嘿，这不就过来了吗 ？OK， 终于过关了。咱们看看下一关是什么？又是钩爪。像蜘蛛一样爬。嘿，嘿，哈！上面是什么？我看到是什么？哎呀，没吃到，算了，直接过去吧。嘿，嘿，嘿。啊！这不要啊！最后一下没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蜘蛛侠又回来了！啊啊！最后一下爆流，耶！过关。这边是什么？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吧！这边是假人，干嘛的？难道我知道了？是利用假人射出的 RPG 把我们打过去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不然这么远肯定跳不过去的。也没有弹跳板，你看什么都没有。来吧，向我开炮！不要联系我，差一点点就过去了。再来，哟，啊，这咱们两个配合的不行啊！再来，再来，加油！啊，这朝我射呀！哟，来来来来，再来，嘿，呜呼，过来了，胜利了！哎呀，怎么没有做出这个动作来？嘿。不要炸死我！哈哈哈，是不是很刺激？有没有？呀、yeah! ！OK， 不杀掉了。下边是什么？哦，心跳水立方哎，这么大的障碍物！哎啊！咱们找个好位置，仔细观察一下。这边试试。呜呼！啊，差一点点。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了。有经验了，嘿嘿，呜呼，过来了，哎，防不胜防啊！再来，差一点，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我没有落在轮胎上，居然没有死。反正过来了，不好意思，运气就是这么好。这边有低刺，你是挡不住我的。
哎，我真是一个菜鸡，每次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。哎 ，OK， 这边是钩爪，这边写的蜘蛛侠是不会走的，那就飞喽。又是飞，试试。呜呼啊！我都当蜘蛛侠了，史上最憨蜘蛛侠启动。哎，勾着屋顶就不错，要不要去了？哈哈，掌握诀窍了。下面可以站吗？哦吼，可以。看来是要进这个房子里。哇，还有地刺，幸亏我已养成了四处观察的习惯，还不是因为被整了两次了。这边写的是让我们关注他啊，咱就不用管了。这边有好多的钱呀。地下室，难道坏人在地下室？我得小心一点。哇，还有钱。哦哦哦，我感觉这里不妙啊！啊，果然，这里肯定会隐藏一个地刺的。但是只要这样快速的过去，两个都会触发。好多的钱，OK， 这是贼已经在屋顶跑了，你必须用弹跳手雷过去，然后抓住他。OK， 咱们去屋顶，触发不了还。喂，OK， 嘿，好，屋顶，在这儿，看是在这里上去。Let's go， 啊哈，上来了，然后去哪边？前，往这边看看，下边有存档板，那我们就走这边。哇，差点摔死我。坏人已经跑了，赶紧追上他！钱钱钱，然后是钩爪，要往哪里追呢？上面有直升机，直升机应该是正确的路线啊！但是我拉不住了。OK， 看来在上面待一下，然后跳，拉，哈哈，果然要跳一下。过来了，下面哦，我看到 GG room 了，这里就是 GG room， 好多羊驼呀。那我们这张图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，拜拜。